Hello， 我是 Anson， 今天来到听涛雅苑一个商年单位，介绍一下这个单位先。这个家庭成员就有爹哋妈咪还有两个小朋友的。我在今次这间屋的设计，我都希望可以做一些自然一些、柔和一些、北欧一些的设计风。我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单位，我们给到一家人可以有一些很温馨啊、很和谐的一个生活。所以我们利用了我们这间屋每一个角落，咁啊，擺多少少唔同嘅設計心思落依間屋入邊嘅。嗱，喺我而家依個位置咧，就係客廳嘅正中心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因為今次我哋依個設計概念啦，都係希望一啲北歐啲、簡潔啲，譬如灰色為我哋嘅底色，擺啲黃啊、綠咧攞嚟做一個襯托。我將一張好活潑顏色嘅綠色嘅 sofa 咧，就擺咗喺廳嘅正中心。我希望呢張 sofa 係喺唔同嘅角度咧，可以望埋去咧，都有唔同嘅一個效果。電視機上邊咧，我哋做咗幅鏡頂嘅，就依幅鏡咧，如果喺我哋 sofa 望過去咧，係會突顯到咧成個空間咧嗰個層次感嘅。其實飯廳咧，就正正咧就喺 sofa 嘅後邊。咁啊，依個飯廳咧，咁我哋依張台咧，專登咧就揀張長少少。咁其實係可以坐到十個人以上嘅，因為客人咧都有時咧就會招呼啲親朋戚友啦，咁過嚟開 party。咁所以咧，我都喺依個位置咧，都希望可以有張闊啲嘅台啦。闊嘅台上邊咧，我就揀咗一個咧 Tom Dixon 特別嘅吊燈。依個特別嘅吊燈咧係比較 oversize。可以俾到一個單位入邊咧，有啲重點，咁所以咧就會擺咗喺我哋個飯廳嘅正中呢個位置啦。我哋喺個飯廳側邊啦，我都專登做咗一排大嘅櫃，我就做咗啲好簡約嘅線條，我只係僅僅咧喺部分嘅位置咧就做咗一個鐵架，咁呢個鐵架咧就可以擺少少飾物啊，擺少少酒啊，喺翻飯廳呢度咧做翻一個簡單嘅襯托啦。咁啊，個吧台咧，其實同我哋客飯廳咧都係息息相關嘅。咁因為依個空間咧，我都希望我哋啲客人咧可以坐喺度傾下偈啊、食下嘢啊、relax 啲嘅感覺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就做咗一個吧台，就喺個飯廳嘅側邊。咁啊，依個位置咧，除咗有我哋特登為客人做嘅酒架之外啦，咁仲有少少一啲櫥櫃，咁啊放一啲咖啡機啊、雪櫃啊，應有盡有嘅嘢。咁但係中柱油煙多啲又點做呢？其實咧，我喺我依個灰色嘅托門後面咧，就做咗一個中柱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依個玻璃一燙起嗰陣時咧，油煙咧就絕對咧就唔會影響我哋客飯廳啦。而家咧，我就喺依個單位嘅玄關嘅位置啦。咁啊，依個玄關入面咧，我哋就做咗一幅好大幅嘅鏡，就可以俾到客人啦，可以整理一下佢嘅衣服之外啦。咁當然。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作用，就係、是、喺我哋個門一入嚟咧，依幅大鏡咧就可以倒影到我哋依個客廳咧個空間啦。本身依一個單位嘅規劃咧，就係、是、大門旁邊咧，其實就係一個廚房嚟嘅，就係、是、話因為依個係雙連單位啊嘛，唔需要再用去做廚房啦，因為我哋嘅設計已經是一個好靚嘅廚房，我哋攞咗嚟做一個洗衣房。洗衣房入邊咧個設備咧就應有盡有啦，有個洗污盤啦，咁啊洗衣機、乾衣機，基本上我哋喺依一個空間入邊咧可以放到好多唔同嘅雜物。咁喺我側邊呢度咧，我哋會做咗一個雙面嘅櫃，當然一個鞋櫃啦。咁向住客廳嗰邊咧，我哋做咗個調子嘅 feature wall， 地下度打翻個夜燈，都可以令到依一個櫃咧就更加立體。關個鏡牆側邊咧，轉出去廳嗰度咧，我做咗一個好特別嘅裝飾，其實係一個立體嘅玻璃嘅一個浮雕面嚟嘅。其實依個位置咧就正正咧係廳嘅中心嘅位置嚟，就做咗依幅裝飾牆，就令到依間屋咧就可以活潑少少啦。其實因為依個咧係一個雙連單位啦，咁我就利用咗一邊嘅單位咧嚟做咗我哋個主人房嘅佈局。咁啊，主人房咧，我哋唔會做好多大量嘅裝飾，喺我哋張牀就用一個moon布車個菱形嘅 cushion 啦，即係可以車多啲線條啦，咁令到挨落去嗰陣時咧都會舒服啲嘅。個床背嗰度咧，我哋做咗一個咧比較特別啲嘅牆紙，而家佢用到啲高科技咧，就壓到啲木皮咧就好薄，咁所以咧好似紙嘅厚度啦，所以咧我就利用咗依一啲咁嘅特別嘅物料咧，做咗我哋喺我哋主人房嘅牀嘅背脊入邊啦，簡單又有一個特別嘅效果。咁當然嘅主人房佈局咧，咁除咗有主人房張個牀位之外啦，咁其實我就做咗一個書房嘅。
书房咧，我哋会用一个屏风去相隔，咁啊，希望都系可以做到一啲半透视嘅空间，咁亦都有一啲遮掩嘅作用啦。咁啊，依一个衣帽间其实都个空间都够大噶，咁我哋都可以放到张按摩椅，咁啊可以喺度休息啦。最重要仲有一个储物衣帽间啦，俾客人嘅衫裤鞋袜啊，都可以摆到喺一个好大嘅空间入边。喺个主人套厕入边咧，咁我哋做咗一个大型少少嘅规划，咁啊希望都可以引進一些酒店式的概念，可以放在住人房的廁所裡面。最主要來說，我想相信就是做了一個大型的按摩缸。這個按摩缸專門做了一個Smart TV， 可以讓客人在浸浴的期間都可以上網，有些娛樂，令到洗澡也有一個酒店式的享受，務求令到我們的生活更加優質，更加舒適。在相連單位的另外一邊，我們做了兩個女女的房間，在這個位置我們做了一個小小的玄關，還有我再做到一個走廊門，我希望可以給到一個私隱一點的空間就給兩個小朋友了。現在我在其中一個女女的房間裡面，現在呢，這間就是小女女的房間來了，因為小女女還要讀書，所以我在這間房的規劃就分了兩個空間，一個就是書房，一個就是睡房的空間。在書房那個空間那裡，我們就會利用了一個窗台，當然啦，利用了一個窗台可以利用日照啊，在這裡溫書啊，可以看看外面的一個很漂亮的景色。這一邊呢都做了一些書櫃啦，書櫃的旁邊呢我們都做了一個衣櫃，這個衣櫃都挺有趣的，有些是沒有門的，因為呢這個客人的女女就要求我呢，希望呢有一些櫃呢就打通去，沒有門的，可以看到她一些喜歡的衣服啦。然後跟住做了一個吸台啦，除了這兩個吸台可以利用了床下低的空間位置擺放一些雜物之外，其實也有個用途的，就是將個床升高了，變成我們坐在床上看望出去窗台，不用被那個窗台遮到的景觀了。現在我就在另外一個女女的房間了，因為這間房的主題想浪漫一點，有些少女的味道。在這間房間裡面，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燈光，來令到這間房可以表現到有一個浪漫的感覺。例如我們吸台那裡，除了是擺放雜物之外，其實就收納了很多不同的 LED 燈光，做了一些燈光的層次。然後在我們的主燈那裡，我們在個床背那裡會做一些天花的燈槽啊，床尾我們會做一些 uplight 啊，啲燈光向上高打的，務求將呢啲燈光打上天花咧 ，cover 翻落嚟咧就有啲柔和啲嘅感覺啦。最重點咧就喺我哋個窗台嗰度，我哋做咗一個拱形嘅木條子嘅框啦，框入邊咧我哋都加插咗一啲細嘅 LED 燈泡仔，咁希望咧可以將呢一個主題帶出，咁啊務求令到呢一度可以有一個舒適、好浪漫嘅一個氣氛。咁入到洗手間入面咧，喺面盤嘅設計嗰度咧，咁啊依埲牆咧都有少少心思嘅。我哋咧專登咧揾一啲唔同顏色嘅瓷磚啦，做咗一幅好似圖畫一個圖案嘅一埲牆啦。咁啊喺埲牆前邊咧，我哋做咗兩幅咧圓形嘅鋼嘅鏡牆，側邊仲有吊咗一盞水晶嘅吊燈，令到佢好似都有一個好有豪華嘅感覺。希望咧都可以做到一個高貴嘅一個氣氛。這個客人廁所呢，我們做了一個酒杯型的面盤，這個酒杯型的面盤呢再配合一個長身的一個高的龍頭呢，變成這個設計的換味啊，設計的感覺啊，就會突顯了這間屋的品味了。最有趣一點呢就是我們做了一個特別的瓷磚，就是在面盤後面這個凹凸面紙皮石了，每一凹都有不同的方向和一個形態，在牆上我們再加上燈光，那個立體感就非常充足了。